你又要去赏花了，但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怎么办？你们不是人吗？这个不太会讲话，老是把天聊死的耿直 boy， 就是粉丝口中的酷盖王一博。喜欢极限运动的他，胜负感极强，上综艺永远会放最硬的狠话。你看前面啊，有输人品的，有输比赛的，你想输哪个？玩最认真的游戏，绝不搞任何台上塑料兄弟情。黑粉骂他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对自家粉丝也从不主动讨好。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粉丝说？没有。如果你认为他是个没人气味的直男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家乡河南发洪灾，他亲自赶到现场帮忙救人，半个身子泡在水里发放物资，在台上读完粉丝写的信，一直拿在手上，最后揣进口袋里。担任101导师时，即使害羞的要命，他还是连表情带动作亲身示范跳女团舞。他坐拥粉丝3800万，手握32个代言，上街最常穿的却是 Blown T 加大裤衩。这个美国潮牌信奉人生而孤独，或许对于不善言辞默默做事的一博来说，不被人理解才是常态。